家好，今日我好高兴能够代表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上台领呢个杰出综合设施管理服务大奖。多谢 Capital 颁呢个奖俾我，亦多谢各位评审嘅支持。同时我亦要多谢各位客户嘅支持，在座好多位其实都系我哋 ISS 嘅客户嚟嘅。ISS 系嚟自欧洲丹麦嘅一间跨国企业公司。我哋嘅总部系设于哥本哈根，而我哋全球嘅员工咧系超过50万，而喺香港咧我哋都有超过15000多个员工。今次系我哋 ISS 第一次攞到呢个奖，作为全球最具规模嘅设施管理服务集团，为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提供综合设施管理服务，凭着集团业务遍布全球的优势，我们汇聚了各国的知识和经验，为不同的跨国企业、公司型机构和私人物业提供优质、专业和国际化的管理。我们的专业管理团队本着从心出发、以人为本的服务承诺，不但为客户提供切合所需的管理方案，同时亦致力为客户创造价值，成为与众不同的服务。最后我要多谢我们 ISS 的团队，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我们都拿不到这个奖。多谢大家， Thank you。